我靠，怎么看都是这个点比他那个点好啊！如果这波毒边没人，我等一下看录像回放，有可能要举报他，没道理的，没有道理的。你看这个圈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首选会选3号点吗？这个位置会上人，这个山顶站了人，这个位置要被打自闭，怎么样？就是你但凡是个高手，怎么样都是站这个点。看图片，不论别人打成什么样，我是理解不了。会去3号点的都是菜民。W 我这里，你救吗？营救的都在底下呢。只是不知道能坚持到你跑过来，往那边迎你吧。哦，头甲全碎了，全没了。哼，甲剩1滴血，头剩9滴血，操！脸上，脸上，走上来了，上来了，脸上，我脸上好像还来一个，我这边有脚步，感觉不像挂药，因为他爆点是有脚步，而不是有人。潜意识是骗不了人的，感觉不像挂，这个说话不太像挂。潜意识骗不了人的，你尽量别在圈外倒了啊！
我们要过去了，2-2，都在那边，最后一个。在我这儿呢，你在这儿。我拉他右手。